你是不是为黑眼圈而烦恼？快试试用艾叶水泡脚，艾叶水泡脚能滋阴补肾，清降虚火，是去黑眼圈的好方法。将晒干的艾叶撕碎后放入泡脚桶里，用滚开的水冲泡，待艾叶泡开后再放置类温水泡脚，直至全身微微出汗。泡脚时要多喝温开水，平时应少吃寒凉食物，注意休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